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WeChan。今天又是一个周末日常 Vlog。等一下我们要做两件事，第一个就是带你们去一个整家店都是卖2块多东西的店，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买个电饭煲，因为我们的电饭煲坏了，来让你们看看。本来这里是有个按钮打开的，结果现在打不开了，要用这个帘子这样子打开，然后有时煮饭的时候帘子会开掉，那个饭就煮不熟，所以要换个电饭煲。Later， 现在先煮完2块钱的面，就是这里。大多数的东西都卖2块钱。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展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。马发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。心风像风来不知不觉。等等，这是战歌曲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我在小青夏天陪你遇见浪漫，微风吹过耳畔，你显得好看。微醺的傍晚，时间过得慢。我在小青夏天遇见了另一半，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习惯。闷热的季节，以你而梦幻。满满的2.4块商品，2.4块变98.6块。现在看饭到了，啊，打到了！一起看仓鼠，就是这里面。先看一轮，Later。现在去下一个地方看电饭煲。咨询店员，使用教学，付款。在买饭包，买到一半肚子饿，来买寿司吃。在呢，吃完了，回来拿电饭包，然后电饭包拿好了，就可以去吃晚餐了。Later。 没想到这里竟然盖了一座翻匪，现在拿了饭锅要走了，回去吃晚餐了。请看一下吧。起时刻，确认看看。这个东西是姐姐帮你选的，我叫爸爸去买的，爸爸给钱的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